你好，下午的4:56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阿宗面线，西门町的阿宗面线，果真如我们各大电视新闻报道的，没有观光人潮，不用排队。社长刚刚买了一碗小碗的面线去请我们那个外劳，55块钱一碗，55块钱一碗啊，这个果真不错啊，景气真的是。这个轮流转，那实在是全世界景气低迷到极点。这么有名的阿宗面线，在台北西门町也都没有人在这边买阿宗面线，我都不用排队。他们有5个员工，包括我看洗碗吃饭，我看7-8个员工都有。老板还要付房租，开销那么大，吓死人。各位，钱不好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省点钱，再度过不景气，啊、哦，都度过不景气。这是台北西门町阿宗面线的状况。